不拿，我就不能拿。替夫人曾心颖撑伞，肩并着肩，不说还以为两人是在浪漫约会。上帮夫人撑伞吗？恋爱的时候，雨天散步的时候就会有情调，像那小雨可以。约会时间太少，郭董把握机会开撩，但谈到郭台铭参选后成各阵营攻击目标，太太的安慰显得很重要。回去会给他什么样的安慰？就加油！我觉得在做一个伟大的事情，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嘛。几乎都自己带小孩，他忙国家大事。不过这回来到赤峰商圈，了解发展脉络，夫人罕见陪同。郭台铭意外透露，平常很难请得动。我到别的地方去，他不喜欢的。我说我要到这个赤峰街。他说他也主动说他要来，因为他下一次就想要到这里来 shopping 啊，不要再到国外去 shopping。 镜头前走一个温馨路线，但自己的脸书风格骤变。权力政院馆长点名绿委陈明文沦为黑道塞喊，替枪手开后门，用字遣词超凶狠，但问到本人没有下文。这新闻我还没看到呢啊。他的脸书痛扁，本人却说还没跟到这边，这个锅谁来背？我比较注重于心力的部分，扯黑的部分，我就让我们底下人去应付，就这样。TVBS 李国正、叶凤伟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